男人的寿命会比女人长，身体的鼎盛时期也比女人来得晚。其实男人的一生中，20岁至40岁是肾气的顶峰期，身体各方面的机能都处于最佳状态，但到了40岁以后是衰退期。俗话说，人老肾先衰，肾为先天之本，又藏精主水，主补生水的功能，所以肾气充盈则精力充沛，筋骨强健，步履轻快，神思敏捷。肾气足的男人才能传递枕边无尽的鸾凤之情，与水之欢。所以男人最怕肾虚，这不仅关乎健康，也关乎这一生的幸福和作为男人的尊严。男人早上起床，如果出现三个现象，你的肾正在走下坡路。一，晨起无力，早晨起床眼睛浮肿，总感到有困意却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睡睡醒醒，总想闭目养神，不愿思考问题，注意力不集中。再又晨起出现小便不畅通，不利索，尿不尽，排尿失尿道和腹部疼痛，你很可能肾虚了。重点是刚过35到40岁就没有了晨勃现象，那就该着急了。二，熊猫眼，肾不好的人特别是男性，早上起来就会发现黑眼圈很严重，会有短时间的昏晕感，就是是洗脸之后也没有舒服多少，这就是长期肾脏亏虚带来的。三，脚后跟发痛，早上起来本应该是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也是人体血液流通最为顺畅的时候，但是肾不好的人脚后跟会感觉到隐隐的痛。男人肾虚的危害，男人女人都要知道。一，给人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超负荷的心理压力，长时间的心情苦闷，情绪压抑，会使患者丧失生活热情，消极萎靡，甚至造成心理顽疾。二，招来各种疾病，肾作为人体重要的脏器之一，滋养和温煦着其他脏腑，若其他器官久病不愈，就容易伤及肾脏。许多慢性病如慢性肝炎、冠心病、支气管哮喘、高血压等病人往往伴随有肾虚症状。三，影响夫妻感情，性是夫妻关系的粘合剂，能让夫妻关系更和谐更稳定。当男性出现肾虚，不可避免地影响夫妻感情，影响生育，会导致人的自信心下降，严重地影响夫妻关系和个人身心健康。肾虚的危害会严重影响夫妻感情，严重者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婚姻破坏。肾为五脏之本，补肾就是补根，但是如何补肾，补什么，存在着许多误区。大量服用含激素类的补品，虽得的一时之乐，但机体会承受巨大副作用，不仅原来的肾亏没有解决，而且会造成新的生理乃至心理负担。六度心补肾将体内精血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支取出来，造成健康的透支，严重甚至会彻底丧失性功能。要补不如食补，一直以来中国人都讲究药食同源，中医认为黑色食物毒入肾经，尤其适合肾虚患者食用，有很好的养肾效果。黑桑葚，水果中的养肾高手，每晚温水里泡几粒，越喝越来劲。中医认为肝主藏血，肾主生水，是人肾能量贮存的基地。桑葚色黑而紫，性味甘寒，极具有补肝益肾、生津润肠、乌发明目的功效，古代人都视它为男性壮阳的补品，是老人强肾补虚的药品代用品，尤其是那些平日就气血不足的男人。当然桑葚补肾是有科学依据的，研究发现桑葚中的锰元素是天然的雄性荷尔蒙，能促进性激素分泌，增强肾脏阳气，有良好的壮阳效果。早在2000多年，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肾佳品，后宫佳丽三千，皇帝却没有铁铸磨成针，桑葚功不可没。食用方法，每晚睡前吃上一小把桑葚干，效果惊人，老婆不在家要肾重握，单身的更要谨慎，没人救火就糟糕了。如果肾虚比较严重的，
白天可以用桑葚干泡水喝，一次五的八粒即可，双管齐下，效果惊人。仅 PGC-CARD-HREF Text Decla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仅 PGC-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Non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xcellent 仅1818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xcellent 仅181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PGC-CONTENT.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Red PGC-CONTENT.T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ch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85959 Padding chop 18px Line height 1mm PGC-CARD-BU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4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BU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UY Height 23px Wi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 StaticPCOMPGCV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 PNG 注意一体胃寒的人容易拉肚子糖尿病患者孕妇不能食用二每天睡前用温水冲泡15到20粒黑桑葚加一勺蜂蜜补肾效果翻倍三单身和老婆不在家的不能多吃尤其是新疆黑桑葚补肾效果惊人到时候没人帮助信火就尴尬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